姑娘非常棒，是她很善良啊、哦。你的这份善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感动，尽管没有缘分走到一起，但我时时刻刻我要保护住她。嗯嗯，就是我怎么感觉你对她还有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呢？在人背后说人家，我感觉不好。你哭啥呀？你问问不问拉倒，不说拉倒呗。你哭啥呀？你说我心里话，你说我心里事儿了呗？啊，那我觉得这玩意儿你能接受闪婚，那你闪婚多少能闪几天呢？就是闪婚啊？我不说了吗？俩月到仨月吗？你为什么相信闪婚？说三四个两三个月就可以结婚？还是你着急啊？对，我着急。你才多大呀？着急呀？今天扯老段子没着急呢。我看到场上有一个人的灯是亮着的。你好，龙奇。啊，我那个就是看那个公领这一块的，然后我婷婷老乡，我有点自信。这个胖不是问题，主要是心灵美。好。其实我原来我特别担心。啊，因为之前我们的编导告诉我说，姑娘说她自己是一个胖妹妹，然后就很自卑，又上场又很紧张。我看到你上场拿着一个吃的，我觉得哎，好像还能缓解缓解。